哇，好高，好帅，好年轻哦。对。我猜不到你要干嘛。我一开始以为他是跳那种现代艺术，那种在剧院里面表演的那种的舞蹈工作者。哎，你不穿鞋啊？哇，摸不着头绪的一个人。所以，我是一个 freestyle dancer， 主要跳 Viking， 但别的都有跳。Viking， 对，哇、wow. ，Music。我觉得我是很特殊的，因为全中国跳我这种风格的 freestyle Viking 什么现在是没有的。千万不要以貌取人，他有让我觉得惊讶。哦吼！我有看到锅底有料哎，毛巾，还有火锅，哇塞！然后我有火锅底料，像做梦一样啊，真的是做梦。God, I come here to like my champion. 小猪你好，我是小猪。你叫小猪啊？我会把我的这个怒气跟情绪放在我的舞蹈里，然后我觉得你一定要学我。我看看哦。哇！哇！哦！因为他呢，在我们业界那个时期是算是自杀性 breaking。以前我在当 breaking 的选手的时候，我是最怕遇到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们的选手是太可怕了，就是直接 bang 一定会哇哦，哦 ，monster， 你就是 monster。这组的实力应该是最强的吧，每个舞种都强，他们说的死亡之子，对对对，这一组是死亡之子。啊，比赛神一样，Oh my god，好，像神一样的存在吧，不用跳了。我还可以退赛吗？我想回家。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天了，觉得老天爷还对我真好。口罩拿下来之后呢，我就都要比的这个招牌动作。然后我说甭玩了，还比什么比啊？人都来了，对吧？人都全美的这个了，对吗？完全不想跟他敌对的人。好多指导生乱爬啊，对对对。
我给你这条毛巾，之后你会跟着我吗？对，好。Together 拿枪瓶。好。OK。OK。Oh my God！他是唯一所有选手跳舞让我起鸡皮疙瘩，让我印象很深刻。啊，太炸了！关键是他的那个连接，还有他的音乐，正好是都是在那个节奏上。哇哦，我有很多武器了。你们三个可以吗？弄死你们！超级喜欢你的笑，然后你的动作，还有很多的感觉。我看其实不光是舞蹈，我很注重魅力跟感觉的一个人。这条毛巾就可以给你。当他们展现自己的那一刻，能散发出另一种光芒，这是我喜欢的。我选的真的是最好。然后下一组，孙露雨、林雨，来吧，你们可以搬一下。就是从对比当中，我能认出来这个是我要的，或者这不是我要的。我相信，其实我选出来的实力也不差他们，是最出色的。好了，现在。已经四组全部结束完了，剩下所有待定的准备拜托大家一起加油。哭小飞首先晋级原野，恭喜。整个的表演跟音乐融合得特别好，恭喜。因为每个选手是我深思熟虑选出来，我也相信他们是最好。希望可以从里面找到我更确定的人选，不会留下遗憾。